姥姥，你知道龙须糖吗？特别好吃。你小子，姥姥给你五毛钱，自己去买。这玩意上哪里买啊？你现在就给我做。臭小子，姥姥今天就做给你看看。姥姥，你弄点麦芽有什么用啊？龙须糖要跟麦芽熬出来才能做呀。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呀？小外甥，把姥姥把剩饭拿过来。你又要剩饭干嘛？还能不能行了？你急什么？看了就是了。姥姥，你这是在做拉面吗？我来帮你。这个温度高，你这细皮嫩肉的可做不了。哇，姥姥你真厉害，这拉的跟头发丝一样细。这个日汤入口就化了耶。姥姥做的好吃吧？真好吃。